看看我打火机掉在茶几上。你简直就是一头猪！他有完没完了？不就是一个破打火机吗？不是我说你，现在哪有人修打火机的？多贵都是一次性的。你算找对人了，我就能修。你看都没看，你怎么知道就能修？你修不修？不修赶紧走！哎，修修修，我修。我们分手吧。下面的什么？你怎么能找不到了呢？人家出来肉饭整理垃圾的。我不管，就是化成灰，你也得给我找出来。小土，你知道他在哪儿？你不能理解他的脾气，正如他无法理解你，因为摔坏了一只打火机的失魂落魄。